是喵小千。之前有人说想听变压器，今天我们就来说说变压器跟电线，那就出发吧。我们前面这四个就是 AC2 的变压器，外观上会有五个面是一个点的，然后其中一个面是五个点的，一个点的是低压的接口，五个点的是高压的接口。 AC2 的能源 EU 总共分成五个等级，分别是每个 tick 传送32、128、512、2048、8192。在我现在用的 1.12 版中，如果将高等接到低等，机器或电线就会超过负载爆炸。当我们发力设施越来越强，为了避免爆炸，就需要使用变压器，或是另外一个方向，很多小的电源要供应高功率的机器使用，也可以用它升压。最后是变压器可以当作电源开关。以上就是变压器的功能。这四个由左至右分别是低压、中压、高压、极高压。低压转换是32跟128，同时讯号预设是降压，输入128，输出32。给讯号的话就会反过来变成输入32，输出128。这里会有一点麻烦，因为跟现实比 ，AC2 的电背稍微简化，硬要套用电学会搞得蛮乱的。我们就用水来看好了。变压器降压就像中间这个1:4的管子，从左往右流的话，左边的水管是每一次传128的水，那右边的每条管子都可以每次拿到32的水。反过来从右往左流的话，只有一条32的供水，要拿到四次水才能往左供应128，必须要四条都供水，才能够真的每次都有128的水出去。直接来看看实验。左边这边有三台耗电的讨厌鬼热离心机，里面都放有熔渣，就是做钻石制成的其中一部分。加热完成后开始运转的耗电量是48 EU 每 tick。这台来源输出32 EU 的电箱，透过变压器升压成128 EU 每 tick。这台是直接接上32 EU 每 tick 的电箱，最后一台是直接接上128 EU 每 tick 的电箱。那我把最后的电箱补上，看看他们谁的电力会不够。现在他们全部都在加热中，那我们就稍微等一下。都开始动了，接下来让电力不足应该还要一段时间。可以看到，没错，我们升压的也一起电力不够了。所以如果要升压来做传输的话，就必须要有四个低一阶的电力来源。回到这边，低压变压器的制作是三个充电电池绝缘吸线摆在上面，剩下塞满木材。绝缘吸线是用吸线加橡胶做的，充电电池是用锡制的外壳夹红石，上面再放上绝缘的吸线。我帮大家整理在旁边，然后金属样板机那集有说过线板跟壳怎么做的，这边就不重复说了。材料应该是8个锡、5个木材跟4个橡胶。中压的界面也一模一样，就是电压变成128跟512。制作很简单，一般机械外壳上下放上绝缘铜线就行了，绝缘铜线就是铜线加上橡胶，机械外壳就是铁板围一圈。材料是一个铜、两个橡胶跟8个铁。高压变压器是512跟2048，制作方式是中间放一个中压，
右边放进阶充电电池，左边放一般电子元件，上下放两个双倍的绝缘金电线。双倍绝缘金电线是金电线加上两个橡胶做成，这个排列顺序没有规定，只要是一个加两个就可以了。进阶充电电池是青铜制的，外壳排成这样，然后里面放上硫磺粉，硫磺粉的下面放铅粉，剩下两格放绝缘铜电线。制作材料应该是三个青铜，两个红石，九个铁，四个铜，一个金，六个橡胶。越来越复杂了，我其实常常算错材料了，所以这个数量参考就好。建议大家还是跟我一样去装这个 NEI， 会比较方便查看各种合成表哦。例如我现在要看这个中压变压器，我只要对它按 R 就会显示出来了，再按 R 就可以一路看下去。最后一个是极高压变压器，是2148跟8192的转换。制作方式呢，是一个高压的，右边放上兰博顿水晶，左边放上进阶电子元件，上下是三倍的绝缘铁电线，总算有相同逻辑的了。进阶电子元件是一般电子元件加上红石、青金石跟银石粉组成的，兰博顿水晶是最高阶的电池，它是由能量水晶上下放上进阶电子元件，剩下摆上青金石粉做成的。青金石粉就是青金石放磨粉机做成的。能量水晶是用九个能量粉末压缩而成。能量粉末是用钻石粉跟红石混合而成，一次会做出九个，刚好可以合成水晶，所以一个水晶就是要四颗钻石。三倍绝缘铁线就是一个铁电线加上三个橡胶，所以材料就是前面高压电变压器的材料，大家看，四颗钻石，六个铜，四个铁，十七个红石，十二个青金石，六个橡胶，六个银石粉。低压的低压端可以最低可以接十的电线，传输是32U每 tick， 耗损是每个方块 0.2U。高压端最低可以接铜电线，传输是128U每 tick， 耗损也是每个方块 0.2U。中压的低压端接铜电线，高压端就是最低可以接金电线，传输是512U每 tick， 每个方块耗损 0.4U。高压的低压端最低是接金电线，高压端最低是接铁电线，传输 2048U 每 tick， 耗损每格方块是 0.8U。 而这些比较高的电都是会电人的，如果没有用足够的绝缘把它包起来的话，电到也是蛮痛的。最后极高压的低压端接的是铁电线，高压端最低接的是玻璃纤维电线。玻璃纤维电线是 IC2 中的高压传输线，需要用银粉、能量粉还有玻璃组成，算是有一点小贵的东西，传输是 8192U 每 tick， 没有电器直接可以承受，但是它的耗损非常少，耗损每格才流失 0.025EU。 那我们这集就先说到这，不然太长了，下一集再来说应用的部分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在下面帮我点个赞，分享出去，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，就比较不会错过新的影片哦。还有 FB 粉丝团跟 LINE 的官方账号也可以去追踪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